那海涌，永远是心坎里。已经行到21世纪，敢讲乌云也袂当变成天。时代已经将要飞起来，唔通点点互人骗在。在我的任内。我就是经过三个乡长啦，无人像这个，这里看管老四川，这一管许村民，这个，再来倒只物件。当时人是听讲，迄管叫东江小台，来再转大台，转出云，东岸就是洗清气消毒，无做。即马就是，即马伊甲你讲，咱这就是无分热咯，通个烧。啊，顶个就是车，遐迄管了地渣入来，咱无车，顶个无扛，吼、哦。伊阵啊只粪扫，阵啊甲咱蹲个，阵啊蹲只坐起来。迄管了，咱甲要求，村民甲要求讲，你就是做一个消毒。迄管了消毒安怎固定？你都无车出去，你一工甲喷两遍，哦，伊只蚊虫嘛看你了，较未产生。人咧即个华南遮一个饲老蛮，互伊只气落，安怎拢结结实？哦，哎、我感觉就是讲。伊管迄个，你我一三任的村长，哦，啊嘛已经有三个的乡长，无人像伊这个这尼看管后厝村，这尼无迄落个。我是讲希望阮的村民这边会当用选票来抵伊这个伊管迄个无良心的乡长，哦，伊偏差221村，就是对阮后厝村上看上无个，哦，我就希望阮这边。我的村民会当觉醒，从这边就是看我都当个乡长来换人无，哦，即个管理个问题就会解决。讲今日吼，咱这个后厝吼，垃圾转运站，啊是这个假转运站之名啦吼，啊行这个垃圾吼违法堆置之实啦吼，啊造成吼咱后厝村啦吼，啊个旁边吼，这个咱水南这个顺天村的村民吼，大家还人心惶惶啦吼，啊敢怒不敢言啦。经过年外来的抗争啦吼，啊，你看医院现场，敢若蹲到安尼，吼，只有加无减啦吼。你看安尼，包括废轮胎啦、种种的手机啦、手目，啊，这个床垫啦，无所不至啦吼。啊，现场吼，可能听着咱今日吼，要邀请来摄影的款啦吼，现场一定有减少啊。哦，啊无较早吼，这个两空吼，是拢甜甜的状态啊。哦，啊，咱这个李船长啦，咱老厝村在地李船长啦吼，这年外来吼，为着这个工课奔波啦，啊，背后吼，和村民议论纷纷啦，哦，是毋是讲趁这个机会吼，就是要甲这个所在未来，咱若有法度吼，换人做看卖嘞，咱来甲这个所在做好，吼、哦，和咱后厝村人，后厝村人做乡长，后厝村人做村长，共同来甲后厝村做好，哦，因为这些咱算乎欺负太忝嘞。哦，过去甲咱答应，就是讲这个物件，这个地方也是转运站，转运就是甲咱东港爱处理掉。结果你看这粪扫甲咱东港安尼，哦，这年外来啦吼、哦，今年的秋天就大家村民就真明显的发觉讲蚊虫吼，蚊、哦、啦，啊甲这个是蝗虫啦，计有够侪啦，哦，啊这拢甲这都摆脱不了，这现实啦吼、哦，啊包括伊运来地渣两三千栋，哦，咱村民抗争。伊答应要甲咱运出去，竟然胖见290几栋，吼、哦！啊，所以讲这款政府吼、哦，就是咱要予咱后厝村人吼、哦，一个足不幸的未来就对了啦，吼、哦！我希望吼、哦，借这个底片，吼、哦，村长也伫遮做见证，年外来伊所受的委屈，吼、哦，这次咱村民用选票来向伊一个清白，顺续用选票，吼、哦，带动咱地方一个好的未来。这个所在庄林甲咱李村长保证，我两个人继续担任。未来我来甲做好，上任了，我两个随协同啦吼，随开协调会，在咱后厝村开协调会，和咱后厝村民共同来决定这地的未来。只要恁若唔同意，庄林就袂当搁做；只要恁要甲赶出去，庄林就袂当搁做。我相信咱李村长和庄林有同款的共识，吼、哦。啊，这个工课希望各位村民大家也有共识，为地方共同打拼，将垃圾场赶出后厝村。